建筑啊，这建筑都比较奇特。这边是一个马路，马路再转过来呢，这边就叫白象步行街。我们现在这个白象步行街，先看一下里面些什么吧。啊，这个农贸市场就在这个里面了。当地的傣族的服饰啊，可以像那些服饰是傣族的。是这样的，应该是结婚用的吧？那个看着好华丽啊，是一个小区呢，后面就是一些市场，这是开店的市场。看一下，这边还有卖水果、吃饭、朋友出售、出租的商铺，就在前面那个位置，前面右手边过去就是了。这旁边是农贸市场，这边是卖水果的。啊，前面就是那里就是白象岩了，往这里转过来。是卖水果的，这个里面呢就是农贸市场，这个农贸市场叫景洪农贸市场，朋友出资了嘛，因为他自己生病了，需要钱看病，所以他跟亲戚朋友钱都借了没有了，还欠了亲戚朋友的钱，所以他就想没有办法，就想把房子出租了或者出售了，3万一平，就是有38平，加起来就是114万。但是这边的位置好啊，这个旁边就是农贸市场。我们刚刚也去农贸市场看了，这边水果便宜，相当便宜，因为这边盛产水果。所以作为一个朋友，他既然生病了，我们过来看一下他，然后，也想让广大网友帮我看一下那个房子，出租或者出售，划不划算，价格怎么样？但是这边地理位置好啊，希望广大网友给一下建议啊，谢谢各位。好了，我是阿海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下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